一个人死了，他才刚刚意识到自己生命如此短暂。这时候，他看见佛祖手上拎个箱子向他走过来。佛祖说：“好了，我们走吧。”男子说：“这么快呀、啊，我还有很多事件在人间没有完成呢。”佛祖说：“很抱歉，你的时间到了。” 那个男人问佛：“那，呃，你这箱子里是什么？”佛祖说：“那是你的遗物。”男人疑惑地说：“我的遗物？你的意思是我的东西，是我的衣服和我的些钱吗？”佛说：“说，那些东西从来就不是你的，他们属于地球的，你带不走的。”这个男人又问。 那么这个箱子里是不是我的记忆呀、啊？佛祖说不是，他们属于时间。这个男人又猜了，那是属于我的天赋吗？不是，他们属于因果。男人问：难道是我的朋友和我的家人吗？不，孩子，他们属于你在人间走过的旅途的缘分。这个男人追问。 那么是我的妻子和我的朋友吗？佛说不，他们是属于你在世姻缘。男人说，那一定是我的躯体。不，孩子啊，你的身体也是属于尘埃的。最后，那个男人肯定地说，那一定是我的灵魂。佛祖淡淡一闪而过说。 孩子，你完全错了。你的灵魂属于我。男人眼含着泪水，从佛祖手中接过，打开了箱子，一看里边空空如也。他泪流满面，心碎的问佛祖说：“难道我从来就没有拥有过任何东西吗？”佛祖说：“是的。” 我们人在这个世间，没有任何东西是真正属于你的。那么，什么是我的呢？你活着的时候，每一个瞬间，那就是你的。在人间，生命就是整整、紧紧的一瞬间。 所以我们要过好它，热爱它，要珍惜它。活着就是成功，活着就是胜利。挣挣钱只是游戏，健康才是目的，解脱才是真谛呀！要珍惜你身边的人。 哪怕仇人，这个世界的定律是以减法为主的，过一天少一天。哪怕你仇恨的人，你见一次也是少一次。所以，你把好的、善良的物品好好的珍惜，你可以延长你的幸福感和延长你的生命啊。 人这辈子要记得感恩三种人：能跟你同甘共苦的人，在你跌倒的时候能够把你扶起来的人，在你一无所有的时候依然不离不弃的人。记住了，对你好的人，你一辈子都别要忘记他。 经常骗你的人，你一辈子都别交。清晨的粥比深夜的酒好喝，记住了，骗你的人比爱你的人会说呀。别人拆你的台，你装作不知道，这是聪明人。 别人捧你的场，那是好朋友；经常批评你又肯帮助你的人，那是贵人；帮你百次不记恩，半次没帮他就记恨，这叫小人。有一样东西比能力更重要，就是人品。 就是道德，有道德的人才会有福分，所以佛法让我们福慧双修啊。